国家内部的国泰民安。嗯，比如说你刚接那样咋咋咋，啊，那不是吃肉吃肉的呢？吃个他都把产品的上百代名节上百，你他不多过影响，他把这个名节的呢？对了，你说到这样，对了，农民生刚也有了，啊，对了，这做不他农民生做不他结果了的，上百代名节是，你这上去，今年。啊，你肯定说说的，你把车弄的就把跑光了，你上班的人就车没回来，我们第二天的等，这个上班的人就给他妈叫去把这了，就给完了就要走了，你们车到了，现在就不要了，刚才没话的，再上去，就这个等于用过的，吃了不打的，就上面挣的多的，就不能吃了用的，等于你们老的呢，哦，他们车到了那就稀拉打。到了今年的南京平常的上第三个月第三次七八月里这么多的时候你不是你那的你把这个他的东西把他七八八三个月买去。在这两种机制当中，宗教是其中的一个面向，所有的宗教大体上都会涉及慈心跟悲心，也就是慈悲着这样子的主题。什么叫做慈心呢？对于慈心的认识，我们首先应该要从所有的生命都是自己的朋友出发去认识对生命的关怀。再来悲心，则是看到这些生命的苦难，看到众生的苦难，看到他们正在受苦，我们试图去帮助他们，去救护他们，使他们免于苦难，这样子的心思那是属于悲心的。如果我们希望自己生生世世都能够拥有幸福跟快乐，那最好就能够在内心当中培养慈爱心，培养慈悲心。如果我们都能够做到不离慈悲心的话，那么给自己跟他人都能够带来幸福跟快乐，并且都能够避免痛苦。这个是从因果规律上面来说真实不虚的事情，我们种什么样子的因就会得到相应的果。那以上是从宗教方面来说，从世间方面来说的话，我们透过今生的今生具有慈悲心出发，在不管是自己的聪明才智或者自己的力量诠释上面去做发挥的话，也能够带来很多的启迪跟功效。所以这两点那只是在外在的形式上有所差别，内在的根本的精神是一致的。你说的他是拿进去这么多可能去过哪里呀，他把东西买来，给去买来，这是哪的？他们吃这个了，你天吃了他们，还等你用用当上的有的，这不原来的，初中的去了，给你把了钱，等你说说什么这个了，给完东西了，给完弄啊，怎么给完了？农民忙的弄的，你说对吧？所以我呢，特别是干的忙的弄的，这东西让了他也他能给我把说。那地水咋子咋咋？就泥瓦的，就三块钱几包油的，搞什么？三百块，通沙油的，搞什么？咱们，咋子咋？哪个老油哪个对了？哎，七十多块，等于通了的。你们哪个人通了买了？咋子了？真有人通了？好些人，那那是我老哥要晒的，他通了的。别的没有，我说哪个人通了的？别想不着，这种他妈干很多，给的白养活的，这搞不结婚的。你别忘了这个人，你忘可怜的，上班的年纪的，别忘把那个人他结交吧，这个人，那他平均上这个就完了，这个，这个，龙马搞成那么多，你平均上这个就完了，这个，如果有人搞成的，刚个人上这个年纪的，你忘把上这个龙马的找完了，这个，这里上面那里的还好多。作为一个外地人，我在这个我对于这个社会的语言或者这边的风俗习惯，乃至于这边的道德传统不是很认识，所以在这方面我能够琢磨的也不是那么多。我能够谈的、能够分享的，通常都是跟佛教比较有关的一些道理。当然，佛教的道理博大精深，我能够讲的也只是其中自己所知的那少少的一部分。因为在这一生当中，特别着重于。了解业力因果，还有
比方说像是种善因能够得快乐的果，种恶因能够得到痛苦的结果，这样子的一些是这样子的道理有所体会，也有相关的经验，所以在这方面能够跟大家分析的是比较多的。像前面所讲的这些业因果的规律，种善因得善果，种恶因得恶果的这些道理，可以说是大家的生活当中随处可见，也都是大家能够清楚明白的。只是我们大家缺乏一种反观自己的能力而已。大家通常都能够见到外在事物哪里有所缺憾，可是你对于自己往往很难得以认识。在这样子的前提之下，我们晓得应该要去行善，应该要去止恶。所谓的善指的是什么？是无非还是指的是培养慈悲心这件事情。当我们懂得用慈悲心与人相处的时候，彼此之间会用一种爱，会用一种关怀来看待，那么在这个当中就会创造出快乐。由于我们心会有着慈爱的缘故，有着悲心的缘故，所以我们发乎外在的身体跟语言的表现，也会相应的给气氛带来愉快跟幸福。你们嘛所说的，把祖国和圣前的人，祖国和圣前的嘛嘞，如果你是大部分人，你就这些一般的，你都没用了嘞。中华民族，你这他妈当然用了。你看你搞的制度了，我在内部这些都搞进去，所说的学堂的结巴的，茶楼的结巴的，说是结巴的。说说的呀，你们连你们得到了，你们对吧？呀，你到达到说说没有的，那个人讲没有的，到达你上听到国家，我就成了包容着我，就成了当面可能没了，那种方式呢，那你就弄着我的上听到哈佛的吧的，你就没什么感觉的，这样说说到达到能能起来，就落了嘛，就来就没得起来，他还讲你拼搏的，因为他们现在就没得起来，就给钱我的钱，这是人家两倍。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些我个人的经验，也算是我的忠固一点心里的话。也许在座有些朋友大家晓得我的背景，有些人不太晓得。大家晓得过去我在就是在大陆的时候，曾经有24年的时间，就是过去24年，被就是囚禁的生涯。在这囚禁的生涯当中，我体会到我之所以会在监牢里面度过自己的生命，是由于过去的所造的恶业成熟的结果。我晓得是我自己在贪，我自己在嗔恨，所以有这样子的贪心跟嗔恨造下了相关的业的缘故，所以我导致了这样的结果。为什么会有这些贪心嗔恨呢？无非就是因为我自己非常保护自我，非常紧抓着自己不放，所以造了这些发自于贪嗔等烦恼的恶业，最终这些恶业成熟果报成熟在我身上，所以会有如此的遭遇。当我看清楚了业力因果在我身上发挥的作用，这样的事实之后，实际上我的心变得更加坚强，我显得更加勇敢，我可以去承担这一切，想起来能够战胜这样子的逆境，也就是拜了解业力因果所赐。所以我个人觉得去认识业力因果对于自己的生命跟态度方面确实是有很大的帮助，所以也鼓励大家能够去多认识，多信受业力因果，从中可以获得力量，这是我个人的体验跟大家的劝勉。这个人得到我所唱嘛，没见得了，打比记录一定记录一定没有看着那样，希望够有的其他的人的人人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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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这大人说那么多话就咖喱扔了他们多了，这说那么多大爷子别人没说那么多说话扔了你妈的你年纪这看上说那么咖喱的三八的年纪的也敢卡车的也中了，这三八的年纪的车比别人有了，这个下面没有了，这些人没车的了，这个咖喱扔了他们多有了。
对，那说说的其他普通宗教有呢，到本世纪其他普通宗教有呢，哪个钱呢？让那么多个人，让那么多个人可以，我在地方我马上去，当地的茶道、写单的方面、写那方面的，连你把啥样，到这在写，把菜肉到把菜肉呢，也把这帮人都要买，这些呢，这些还能平把钱不要的，他们说什么？哪个钱呢？哪个钱不干呢？这些人搞的便宜的人呢？哦，那人家是老板多啊，那个搞的呢，就是搞的什么点子？你刚刚搞的是什么？怎么？哦，既然他马上给上这个，乱杀这个，你就这个，但你上这个，他不加我说你，你上这个，一定吃不到我的，这还能给钱我的？人生在世。不管是遵循一般的世俗规律，或者是宗教信仰等的这些规则，我们都需要拥有智慧。在智慧的前提之下，我们信受因果，能够借此累积许多的福德。有了福德的话，那我们的心愿，我们所做的事情就能够得以成办。有一位古代的大德叫做萨迦班智达，他曾经说过。我们看到很多人的生命看似客观条件都是相同的，为什么会有不同的遭遇？他就说应该要了解其中福德有无的差别。我们应该要晓得，一个人他虽然看似在智慧跟力量上跟别人都有所都没有什么不一样，但是呢一个人做事情成功，另外一个人做事则不成功的差别何在？主要就是有福德者，我们发现在福德跟力量以及智慧都具足的情况之下，他做什么事情都容易成功的。否则的话，仅仅只是拥有智能，中拥有力量，却缺乏福德，就不见得能够成功的。一个拥有福德的人，按照萨迦班智达的话来说，就像是太阳一样总是能够一切事情都是非常的顺遂亨通的。那这样子的福德从何而来？它的本质是什么呢？实际上，这福德本身也不外乎就是慈心跟悲心，就是慈悲。当我们拥有慈悲心的时候，自然的也能够拥有见到慈悲的智慧。在如此慈悲心的福德加上智慧之下，我总是能够凡事都能够成就的。所以有些人我们看到他好像有非常卓越的智慧，可是做事情做种种的工作不是那么的事，其因何在？就是因为他非常的自我中心，抓着我执不放，以我执不放的缘故，所以造下了所以会产生贪欲，会有嗔恨，会非常的懵懂无知。在这样的贪嗔痴三种烦恼的逼使之下，他会造了种种的业，然后缺乏了慈悲心的福德，因此他做什么样的事情，即便他才高八斗，他仍然是不会成功的。所以虽然我们需要智慧也非常的有用处，但是呢，需要在智慧之上更添加一个，就是要有福德。当我们内心当中拥有慈悲跟智慧的福德，再加上卓越的智慧的话，我们发布外在的身体跟语言，就能够造种种的善，能够成就种种的事业。开始的那个钱呢，那个那个开始钱那样的。他怎么赶紧全部拆给我嘞？他打三把三把，有人赶紧拆给我嘞，这扛来嘞。我妈就这，他这女人很有钱，这样他妈搞的钱，他这女的这样他妈都差了嘞，来干哪搞的钱用呢？这些女的啥，来干过拆不干的，这啥这啥样的，也不差给我嘞。这些你说来哪过钱不？你再拆吗？哎呀，把脸拆过来，你搞不得呢，咋的？哦，妈三把三把，你说那两个也过钱没有？当然得到刚才人拆呢，什么人？你就手头啥？你什么？刚才自己拆过，你吃了拉少的给我，拉些家给我，都可以的。你刚才还是给了我，打，咖喱去了，我刚才咖喱的，你咖喱的吃了，对不对嘛？大人的哦，一个龙王三把拉手把，双龙枪再拉手把，龙枪。老人家了，老不老人家，那个北朝太阳嘛会靠着我近呐，不那么远的。这他们就干了一点了，你就身上的马林吧，老人家一下子，加上了内裤了，穿了掉了，
那还是好东西。